双倍和外卷套上来了。啊。华氏上来了。三件套，华杆。内件圈，弹簧。华杆那边的弹簧，你们不看见了吗？啊。加上华氏。啊。再加上双倍和外卷圈。这样。机器的一旋转。到这儿。到这儿以后看。这是一个大的组装流程。对，到那以后插上管，插管开管一插管，然后再装箱。